我很烂。不会，你有看过就是有一集就是什么磕什么南瓜南瓜的，然后不知道我在干嘛，我很烂哎、欸，你可以胜任吗？我可以，我遇过很多很烂的学生。聊天室不要闹，好棒、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菜，好久不见。先讲一下我最近的近况好了，我最近从香港回来，然后已经隔离完毕很久了。只是不知道今天要来干嘛，因为最近我也非常的忙。你想带我来干嘛？做圣诞树还有花圈。哎、欸，对，圣诞节要到了，哎，你知道吗？在香港啊，大部分的树都是真树，然后在美国也是，然后我就不知道说，哎、欸，台湾其实圣诞树是有真树的吗？很少，几乎没有，都没有吗？嗯、都是塑胶的那一种。塑胶的，嗯，你说就跟某些人的脸一样吗？开玩笑的啦，哎呦，对。不是买是我做吗？你自己做啊！你明知道我手工艺很烂，你为什么要叫我做？你要有大挑战啊！你为什么每天都在给我大挑战？你 是每天都在整我？你人生就是要有突破嘛！我人生还不够突破吗？我已经很突破了哎！所以它是真树吗？它是那个永生花做成的。永生花是真树吗？算啦，这样算吗？好吧，那我们现在要进去看一下，是不是？嗯。好，哎、欸，这个。这也是永生花妆，没有是假的，你是假的，你要抱着馒头荡一下吗？馒头，馒头来，你不要去那边，馒头我们来荡荡。馒头这边一二三，一二三，嘿，哇，我们来荡荡，啊，我们就直接掉下来。馒头，快掉了，哎、欸，把人家用坏了。你要荡一下，荡一下，我要荡一下，好。那我要表现出什么？冬季的恋情。你要让左看看，右看看，找男朋友在哪里？啊，这个冬季谁来陪伴我们？敢不敢不要再闹了？敢不敢赶快进去？走，走，馒头，我们走呗！一二三，嘿！已经看到我们的老师了，哇、哦，很漂亮的妹子哎，欢迎我们的老师，噔！老师你好，可以为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吗？大家好，我是 Irene。那我想要问老师几个问题就对了，就是。这些东西大多都是你的作品吗？对，就是我先打样好，然后给我的员工做。那、啊、你很厉害哎、嗯，可是你今天要教我是不是？对，我很烂。不会。你有看过就是有一集就是什么磕什么南瓜南瓜的，然后不知道我在干嘛，我很烂哎。你可以胜任吗？我可以，我遇过很多很烂的学生。老师说你们很烂 ，OK？ 啊，开玩笑的啦，哎呦。程度参差不齐的学生，那可能就是我才需要。好，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出发了。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今天做花圈，所以就是浪漫型的圣诞花圈。好，那我们赶快去看看我们的材料 ，Let's go。好，现在这边就是我们老师的工作台。那其实有男生来上课吗？有，有男生来上课。那他们想要干嘛？送给女生。告白，然后礼物，对，情人节自己做花送给女朋友。哎、欸，我觉得这很有心哎、欸，我觉得这可以，就是自己来做的话，我觉得超级有心的、欸。但你知道，很多男生要送女生花，然后现在就很多妹妹都说他们不想要花，会枯掉、会烂掉之类的、啊，就是不喜欢花。但是人就是长大了，年纪稍长之后就开始喜欢花了。好，我介绍一下今天的花材。它是真的，是真的，是新鲜买回来干燥的。这个是雪松、哦，然后我们上面有喷银色的染料。嗯，哇哦。那今天的配色呢，会是比较雪白一点的。可是圣诞节我就会想到会不会加点红色呢？嗯，也是有。但因为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白色，马上给他出难题，就是我想要红色。也是可以啊，你等一下如果想要加的话，可以加一点。好，我们就随性，展现自我的创造力。对 ，OK， 好，那我们准备开始了。那我们先打底花圈，就是铺这个雪松。铺雪松。嗯，然后等一下可以直接就是剪一段一段从藤圈这些缝隙插进去，然后我们叶子的方向都是这样顺时针。不能逆时针的，对，因为代表生生不息，这是圣诞花艺啊，好有艺术哦！没想到花艺也是一门课哎，天哪！然后我们等一下可以这样顺下来，顺时针找那个空隙这样插进去，好，卡进去，然后你就稍微重叠到前一段，
从这样下去会比较好擦。如果你要从这边的话，你还要把这边叶子翻开来这样擦，太困难了。那你很聪明哎，对，我刚就想说，那给他试一下。好，现在我们要准备来到这上面的东西了，它有松果，然后这个叫什么？它是乒乓菊，然后它其实是索拉树皮做的，它是人工花。它是人工花，上面有连那个两个耳朵。啊，你的头上怎么了？哦，这个就是很自然，我要先擦别人之前，我要先擦你，才能感受一下。老师刚刚帮我把这个 fix 完了，很好。然后呢，因为我刚刚的那个相机有点问题，所以老师刚刚有教我怎么样把这个松果把它放上去，这个粘上去，老师说会很晃，所以我们就是要用绕铁丝的。然后这边老师有介绍，这边有三种不同的铁丝。其实铁丝还有更多的号码，只是这几个号码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嗯哼，对。然后铁丝是有分粗细的，号码越大就是越细的，号码越小就是越粗的。嗯，那使用几号铁丝就是看我们花茎的粗细。那像松果它头比较重的话，你就用粗一点的，比较可以支撑它的重量。嗯，那我们今天用22号的来绕松果。好，对，就从开口最下面的一圈绕一圈，然后转个一两圈固定之后，就这样就好，就可以剪短，然后插进去花圈里面。嗯，那现在我们就是开始要准备布置它。嗯，这样就可以插了。那我们要擦，小的可以配一个大的。哦，你说他们两个可以这样一起配，这样就是群聚的效果也很可爱。这种跟做美发或什么东西其实一样，就要有美感。那这是我今年圣诞节的装扮吗？你知道吗？在国外其实布置很重要，有很多那种住家区，他们是非常非常大家拼命哦，每一家都出来，然后很浮夸，然后就在比说哪一家的装饰最漂亮，但还要爬到屋顶上用那些什么灯啊，就是譬如说它会有一个空气，然后它有一个东西，它会这样，然后会浮起来，那个中文叫什么？就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中文。就那个，或是有圣诞老公公就是然后就是用那种空气在下面，然后浮起来一大堆，然后灯饰，所以有时候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开车去那一区，因为那一区特夸张，我们特别开车去那一区看别人灯饰是怎么样。那如果你家前面没灯饰的话，聋掉，特暗淡，特可怜，知道吗？所以装饰品是很重要的。这个的话，你是可以直接剪短插。啊，好难哦！你是想叫老师做？不是啊，这个要插哪里才会可爱啊？我先比一下好了。你看这个一坨，如果插在这边又不对，然后插这边又不对。可以啊。哎，插在这边好像好一点哎。可以啊。插在这边这样子。嗯。我觉得插在你头上比较好。屁嘞！好，我插这边，我刚刚已经看到了。这样子。嗯。这样子可以吗？这样可以啊。这样可爱吗？超可爱。你知道小时候啊，就很小的时候，我阿姨的手很巧，然后呢，她就教我做那个，你知道那个什么细密型的。就是每个小朋友，就我的邻居，每个小朋友都做得很好。那时候很小，然后都做得很开心，我一个做不完，然后这边做，最后做到哭，直接把它丢掉，然后跑走，然后在床上哭。你觉得怎么样？我的故事？你觉得很闹？为什么？跟你现在好像哦。我现在有吗？你现在是我不会，然后老师没有老师的话，你应该会做出一样的事情。就我要丢掉，我不要录了。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文竹。文竹，你有听过这字吗？没有。你有听过这字吗？没有。你看吧。你有听过这个字吗？没有。很好拿来挑线条，所以它挑线条剪比较长一点点，就让它跳出来的感觉。我有情境，我有情境，来，帮我拍个情境。你知道吗？我老公啊，昨天就开了两个心脏，然后啊，那个钱就来了。然后我今天啊去那个哪里啊101大 shopping 一顿啊，这是我的花，你觉得好看吗？跟花有什么关系？我就是贵妇，所以我来做花呀。没事，这顶花。那你老公快死掉了。你不觉得刚刚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插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很有闲情逸致，然后来做这个东西。你要来一个剧
情吗？这样子，哎、欸，这样很漂亮哎、欸。哎、欸，那这样一个作品啊，如果不是像我们这样笨手笨脚的话，一个作品最快的话，或大约它要做多久？两个小时差不多。两个小时，我们刚录两个小时吗？没有，还不到一个小时。哦，那我们很厉害哎、欸。嗯，那应该是我的关系。对，你们的。哦，你还有这个耶，是 cinnamon 肉桂棒，好想吃它。差点讲脆皮酥哎。肉桂棒，哎、欸，肉桂棒很棒，它是真正的吗？对。哎、欸，真的哎，哇，都是肉桂的味道哎。嗯。你们知道在像美国啊，还是一些地方啊，如果圣诞节他们会家庭通常都会特别选一天出来，然后那一天就叫做做圣诞树的日子，然后就是大家会拿很多那个挂在上面的吊饰或什么，就大家一起做这样子。哦，做好了，喜欢，喜欢呢、欸？你想不想要？你要做一个给我吗？没有。耶、yeah, ！你看，这是我们完成的作品。然后不能说是我一个人啦，毕竟就是老师帮我也不少，这样好，只能说很多。就冬天的感觉，然后这个配在我身上完美。老师，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学生吗？你老实说，我们很弱，没关系。他刚刚很尴尬哦。刚刚这个已经补汤了笑了。没有啦，就是你做的蛮快的，我即兴的速度。因为有些学生会真想很久才插一根下去，那可能会被那个学生可能会被我打死。没有啦，老师很有耐心，他很有耐心。老师有没有我们的店的名称啊，或什么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叫做 H U E 灰，叫灰。对，那它其实就是台语的花。哦，灰啦，灰的意思哦。我们这天是22号，如果你来不及，没关系，情人节。对，情人节的话也要早一点订、嗯、因为情人节在春节，以往我们的情人节就是店面全空。如果你们来预订的话，有指定我帮你们送花圈的话，我可以开一集帮大家做情人的小天小小丘比特送花圈，这样可以吧？好不好？那我觉得老师呢今天很棒，非常有耐心，然后希望大家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就是人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就是去尝试一些你没有做过的，或是你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的，可能就是会让你有在生活上有多加一点色彩，然后 life is like a surprise, OK? 好，今天我们影片就到这边了，喜欢我们的话记得帮我们订阅按个赞，然后打开小铃铛，老师的这个粉丝团跟 Instagram 在这边，记得喜欢的话可以给他一个赞赞，然后追踪起来，大家拜拜。老师非常的佛心，然后准备一个小小圣诞树要送给我们的粉丝啊。那基本上呢，我们哎、欸，先生，你过来，嘿，好，不是抽他，是抽圣诞树，好不好？那这个圣诞树来，你说要怎么抽？在底下留言，留言底下，影片底下留言，然后要说阿菜，你的手工艺真的很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抽出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就会抽出这个小圣诞树，在圣诞节的时候陪你度过这个非常温馨的留言只有一天哦。你不要打断我讲话行不行啊，奇怪，留言只有一天。好，留言只有一天，所以大家要加油了， OK? 那谢谢老师。我们来问我们公司的经纪人好了，你说这个迟到仔吗？什么迟到？经纪人，我问你哦，如果这个女生她就说她很想要这个东西，然后你很爱她，我做。好，你是不是一开始觉得我不会说我要做？对，你看吧，你真的会做吗？因为你很渣哎、欸，你是渣男、欸。我会多做几个。哦，那你会可以多做几个，顺便送给我跟妹妹吗？妹妹应该不会。他刚才说没有人送过他花。真的、哦？很可怜哎、欸。那没关系，继续等下去。馒头来，馒头，你收到花是开心的吗？嗯。他想要收到肉干了。那你收花会开心吗？你自己先想象一下、嗯欸。你老实说，你是比较想要 iPhone 啊，老板。你看，小孩子就是这样子。